指甲放松好，你指甲不要用力，脚不要用力，我慢慢修。上面一层打掉就好了。放松，放松。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不动哦。放松，只要不要用力。你不要看，只要放自然一点。它这个不会很疼的，它这个不是甲沟炎，这只是指甲。